所以要来关心的就是说苗栗大埔农地的征收的案件引起了农民的抗争，现在是愈吵愈烟愈热哦。原来讲这会扩大来引起另外一种的这政治效应。在这马总统亲自的指示之下，这行政一定要等于是站起来第一线，讲要来做危机处理。昨下午那出来这大埔的自救会，甲苗栗县长刘正宏甲相关的首长，大家做伙来协商。不过刘正宏的态度依然是真强的。苗栗县长刘正宏19号暗头啊被急调进入行政院，而且苗栗大埔自救会当面无外久也到位，因为农地征收引起抗争愈烧愈旺的这笔火，高度预备前线拍火。这一点钟会议中，农民讲有感受到高端机的诚意，但不过关键是刘正宏态度强硬，农民代表叶小姐当场两届都不散，到尾刘正宏也是家己先离开，协调会是无欢喜的散会。可以看得出他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那说辞我想还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都市计划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哦，要重新再回头做，甚至只是做局部的调整，对他来讲他都认为行政成本太大。刘正宏无让步，也无愿意回失地。郭敦义会长也一直想要为刘正宏讲话，更加提出双赢的中和方案，希望农民甲苗栗县长拢退一步。假设我们范围缩小，或者是重优重宽补偿会，那双方都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话，那只好能够按照相关的程序来提起诉愿。虽然郭敦义展现各度解决纷争的诚意，拜二早起搁再邀请农垦社团甲学者进行会议讨论，但不过上关键的刘正宏态度乃是不变，自救会表示会搁再串联农民相关定情规模，进行更加大规模抗争。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苗栗大埔农地征收啊，变作一个地对这個地方的争议，变作一个真受到这個外界关心的社会议题。行政院长吴敦义先生连续两天来接见这的代表，就是希望讲这个问题看会当卖个修卖个妥无。啊，不过这农民团体有哪强调讲，因要呼吁中爱注意的、爱来重视的是这土地征收的这基本的问题，唔是讲看到这农民讲一挂这安大话对当解决的。不管是怀疑亚索总统府头前抗议的农民团体身份，他是农民团体吗？或者是出面替苗栗县政府一直讲何为？我想县长是基于整个苗栗的利益啊，大众的更大的利益，他希望规划这些园区。中央在一开始面对苗栗大埔的抗议事件，无料想到一个地方政治会演变成3000多人逼总统府处理的大问题。我们可以接受吗？台湾社会还要继续不公不义吗？苗栗大埔的农地征收进行7年，嘛不算是新问题。不过，和平馆突然间爆发的原因，就是县政府立过派怪手告过农田，要甲特别收成的稻啊萎掉的这个画面，突然在台南种田的昆明伯啊，透过电视看到，拢痛到要死，跳出来大骂，谁拢不应该安尼糟蹋天公伯啊，收成的粮食。刚看电视又看，我来电视也转转，我来看了金老板乱来，哎，违背天公。好个，在人民有声音，毛团结，原本在当红当地行政机关外口要求大官接见的因，总算等到行政院把大门拍开。院长吴敦义连续2天接见抗议代表，积极协调。不过农民团体坚持，这不应该只是说头名。如果我们为了公益的话，本来土地征收条例就要修啊，可他们却现在却是盘算说，哎，这是不是有一些选举效应，他们才要介入？我觉得是太多有政治盘算在里头。农民唔拿几只农田红征收，更加爱中央好好替土地征收条例修改，因为现行法令和政府想过大的权力来征收土地，去排除人民的声音。因认为这种恶法无修改，农村恐惊无安宁的一天。记者。要先来看一个比赛消息，第一个像即马当在举行的这2010年这亚洲这骨轮溜冰的锦标赛，咱中华队啊，昨都摕到6面金牌、4个银牌，这真好成绩。特别伫这男女的这成人组300公尺的这比赛项目里面，内面啊，也阁突破了这世界纪录哦。做好准备，中华队32岁的宋清扬冲出起跑线，加入几步就创下惊人的成绩。032，中华台北。24.08秒的成绩，唔敢让好宋新阳拍败去年第四轮铁金牌的孙兄骆威林，还佫破了世界纪录。现在感觉还没有那么高兴，因为还有亚运在等着。
另外，伫个去年世运旗下四块金牌的情侣档骆伟林甲黄玉婷，即届骆伟林伫个双人男子组虽然甲摕到银牌，不过黄玉婷表现游完真好，26.36秒，同款创下世界纪录。我前100公尺通常都会输韩国，大概输到0.4秒，对，然后我都只能靠后面那一圈去拉，而且又加上这次其实。我们调的状况不是说到最尖峰，可以说是那个亚运会之前那个前哨战哈。但是呢，因为在目前的状况来讲，并不是调整在最高峰，包括韩国队他也是不是在最高峰，所以这一次等于是大家小试身手，误探虚实。虽然只是小试身手，但是中华队的选手第一天赛程，包括15,500公尺的项目，都摕下6面金牌，让大家在迎接今年11月奥运赛进程，信心增加不少。记者高雄报道。